保姆如今人在哪里？重庆乡下，我已经派人去接了。那当年你跟周伯父、邱金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又要我接手岳会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你卖命？怕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，还不是时候。换个话题，你说你这大费周章的寻找周倩，你们家江离知道了不会吃醋啊？江离真诚善良，心胸宽广，断不会吃这种无聊飞醋。再说我和周倩只是儿时情谊，我只不过想确认她是否还活着。好，先吃饭。你又惹了什么仇家？我的仇家跟我吃过的饭一样多，不过你下意识的保护为父，为父很欣慰。看着身影像个女人。你知道是谁？常有家人潜进我熟人的身边做奸细，这位多半也是如此。奸细？只有知道你真实身份能怎么？他要敢瞧不起你，你一枪崩了他不就完了？我瞒得千辛万苦，不过是想来日等我亲手报了杀父之仇，还有汪静水，只做沈石油的太太。